你对那个奥运会是什么看法？奥运会啊，奥运会什么看法？奥运会很好吗？嗯，对吧？是的。嗯，这个您说这个，这个可以说一个是哪个国家举办奥运会，它都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吧。嗯，一个那什么，人类什么追求和平啦。嗯。公平竞赛了，嗯哼，这个这可以增加各国人民的了解，证明了中国国际地位现在很提高很快啊，一个是国际地位，什么经济实力啊这方面为各国人所认同了，现在啊认可那一方，认可对吧？你虽然说一穷二白什么都不成，这就不能办了。这一个是你首先你有一个经济环境，你有一个什么基础各方面的建设得到了大众认可，嗯，你说是不是这个？嗯，再一个呢，它也可以更好的发挥啊中国这种形象，嗯，增进各国了解。您比方说上北京旅游来了，嗯，哦，中国是这样，嗯。与您想象中好像，怎么说有很多区别啊，是吧？对对，他们想象的跟实在的状况有一个差距。国外的呢，对中国这种报道只是片面的，很多是反面的啊，片面还比较反面的。理解。他不是说这个比较真实客观的报道啊。对吧？所以你觉得通过奥运会，就是纯那个国际的那个人民可以多了解中国，更多的了解中国，嗯，也会更喜欢中国的，嗯，是吧？中国，您说这是一个文明的古国，嗯，可以看看我们悠久的历史，嗯，我们丰厚的文化底蕴，肯定能看到的，北京的文化太多了。